大家好，现在是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的晚上8:20，外边下小雨了。然后我上超市里看买些蓝莓，你看看8点多了，然后这是一个小的 shopping center， 一个购物中心。都没有人，这里晚上8点多就没人了。这是我录的第一支视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录。你看这是小的 shopping center， 这购物中心它什么都有。这个是那个餐厅啊，咖啡厅啊。这个是 news agent 就是卖那个杂志啊，报纸啊，他们小玩具啊。然后这是一个药房 ，pharmacy。西方国家，它的药房里头是卖什么化妆品的？你看这些化妆品呢，还有好多个什么日用品呢，护肤的呀，这里都卖。然后这就是澳洲最大的超市 Coles， 人们进去之前都得要扫码，然后用消毒液清洁手，消毒液、消毒纸巾都有。为什么那么慢呢？他们在那干嘛呢？怎么都在那站着不进去？怎么回事？什么原因？每个人都得拿着手机扫码。那个人怎么站那么半天？哦，他不想进去，人家那个就先进去了。